像眼睛，再为我点一颗。火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时间轻，你快一眼地过，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你一定要像晨曦一样活，不必再各位好啊，别来无恙。因为呢特殊的原因呢，大家都在家里待着，是吧？这个灯有点照的人有点血乎了啊，都在家里待着。都在家里待着呢，我发现呢这个家里这个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呢开始也有了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呢，最开始呢就是大家都相互提醒督促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担心呢这个疫情，所以那个时候呢显得呢家人和家人之间呢就都好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啊，显得呢从来没有那么团结过，是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呢就形成了某一种习惯啊。有人说呢，日子待长了呢，这天天24小时在一起呢就可能有吵架，但是我发现呢吵架呢还是少。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呢，就是两口子或者是什么吵架呀，孩子跟爸妈妈吵架呀，他吵到最后就是得有人出走啊，得有人出去，比方女的回娘家啊，男的出去找哥们喝酒去了啊，孩子呢出去了刷夜去了啊，或者老头老太太呢出去了，说算了，我不认你这个孩子了。但是现在呢出不去啊，谁都明白啊，就说你最后是出不去，你出不去，你说你吵有什么用呢？所以呢也就不吵架了。不吵架了呢转而什么呢？相互玩啊，相互玩啊，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玩的了，只能是相互玩，对吧？你反正这个在家里边呢，这个你看这个有的呢这个媳妇儿啊就支应这老公啊，老公你给我倒杯水去啊，老公你给我那给我拿一个饼干，老公你给我去拿个萝卜去，给我拿个苹果去，哎，这就女的。男的呢有时候也弄也啊就折磨这女的啊，你把老婆你把这个给我洗一洗啊，这个给我涮一涮啊，你出去就超市就看给我买点什么的，就这样啊。我们家这都不存在啊，因为我们家关系人际关系都比较简单。但是到今天呢，就是我这除了我这大女儿啊还好点，我这个老婆呢说给你剃个头吧啊，剃个头，这是剃了三次啊，一共剃了三次。就是什么呢？反正就是最开始呢是根本没法看啊，最开始剃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要演汉奸啊、地痞、流氓，根本都不用化妆
啊，直接这头型出去就行。后来呢，修了两次，啊，反正凑合吧，这就算就今天挺开心，啊，我这小女儿呢3岁半，啊，每天呢也是，学点东西啊，唱唱歌，跳跳舞啊，看点动画片啊，完了没事呢，今天突然间是走上阁楼来了，跟我说什么呢？说爸爸，我给你涂个指甲吧。我说别姐别闹，我说这涂什么指甲？我说我这这么大岁数了，我说男的不涂。他说没事你涂一个吧。这就是，完了就涂完了，乐着走了，开心呢，走了。我说我这个怎么洗呀、啊？我从来没我这个不好弄啊，兄弟。所以这基本上呢，就属于大家反正相互玩，啊，相互玩。哎，反正还行吧。反正总而言之呢，彼此之间呢，就是反正一家人嘛，对不对？嗯，受点苦，像男人嘛，对吧？只能是多承担一些，啊，我这反正我就担心呢，这接下来还有好长日子了，这今天已经是抹上指甲了，剃着头了，头不能老剃呀，指甲一共就10个呀，啊，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幺蛾子啊，好吧，咱们言归正传啊，以前呢这车呢发的呢都，天马行空啊，今天呢我们准备发一辆啊。有点学术研究的车，啊，跟足球有关系。当然，凡是足球的事儿啊，其实也不完全是足球的事儿。那么呢，关于呢，这个什么样的足球，然后呢，一个人呢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你能踢什么样的足球？然后呢，你这个国家的人呢喜欢什么样的球？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你比如说，你喜欢干什么？和你最后干了什么，这是两个问题，对不对？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和最终你娶了什么样的女孩，这往往可能也是两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牵扯到了一个呢，有社会的问题，有民族的问题，有文化的问题啊，还有人性心理的问题啊。咱们这样，咱们呢这个先这什么吧，先这个哥几个先。把这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能不能打一下，你是哪儿的人，好吧，董事长在哪里理发，就在家，我就在家理发，成都、武汉、北京、哈尔滨、四川、威海啊，江西、武汉，还真有武汉的朋友啊。我觉得武汉有的时候风暴的中心呢往往是平静，有很多人特别担心武汉，是吧？事实上我感觉啊，就有的时候大多数的武汉的家庭还是很平静的，还是很平静的啊。就像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举行，那么你那意思是不是感觉到北京人恨不得随时随地都融在这个奥运的气氛当中？其实不是啊，奥运会在北京开的时候，很多的北京家庭也照样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啊，并没有说，一出门就都是奥运，然后各种这个，好像徜徉在奥运的海洋当中，没有，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虽然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波及到很多的人，啊，然后呢，可能也会给人们心里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撞击，然后也给一些家庭的带来了不幸，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呢。大多数的人啊，只要自己能够多加防护啊，还可以安然度过啊，没有那么邪乎，没有那么邪乎啊。美国流感不是还死了10000多人呢吗？是吧？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死亡率去跟他们比，我只是觉得呢，我们相信国家啊，相信医疗，相信这些医务人员啊，能够。挽救更多的这个确诊的人啊，也相信呢，很多疑似的朋友也最终能够解除，然后也相信呢，我们中国呢能够最后战胜这个疫情啊。但是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呢，我曾经说过，中国啊，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么现在是管和放啊，是融合的啊。什么是管呢？就是说现在管得非常严，对不对？我进出小区也好，
然后呢，这个进城也好啊，出城也好，这可以讲呢是管，对不对？一管就死，啊，一管就死了。什么叫死了呢？就是什么事儿都，所有的事儿都可能一刀切了，啊，是所有事儿都一刀切了。但可能呢，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没有了，所以这就一刀切了啊，这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现在什么放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放权了。你比方什么叫放权了呢？就是你大到省市可以自己决定，你小到什么呢？小到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村儿啊，都可以决定啊，都可以决定了。就你手上有这个权利了啊，你让谁进你就让谁进，你不让谁进你就不让谁进。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可能就会出现有一点乱啊。什么叫乱了呢？就是手上都有权了啊，手上都有权了，然后呢为的呢又是一个好像就是大家的利益，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 你比方说就粗暴了啊，就粗暴了，人与人之间就变得既敌人了啊。现在就网上也 流传了不少，是吧？这反正是有不听话的，不听话上去干嘛就干啊，这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呢也不能怨谁，我不是说怨谁，这是我们的文化啊，这是我们的文化，没有办法，文化是没有办法的，文化是不会说因为一次动员或者是因为几档的事儿就可以改变的。所以文化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足球呢是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产物，它必然跟这个文化有着息息相关啊。我们今天呢一起呢来学习一个著作啊，这本书呢叫《文明的冲突》啊，它的作者呢叫陆云宁，他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啊，陆教授。我上次呢去上海体育院呢做一个讲座，然后跟陆教授呢有过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交流。啊，他有研究生，啊，研究生呢，辅助他，还对我进行了一些采访，啊，关于足球的事儿，陆教授虽然说我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感觉他是真正热爱足球，啊，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著作。当然这本书啊，他我感觉他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啊，因为这个挺贵的，这98一本，啊，它相当于是一个学术著作。啊，但是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说我看到过很多的关于中国足球的一些阐述，但是我认为呢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写的比陆教授写的更深刻啊。也就是说呢，陆教授所谈的很多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是有认知的啊，我是有认知的，甚至有很多观点是相似的，但是呢我写不出来这样的书。这就是做学问的和我们这样的比方说足球爱好者之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没人吧，今天没什么人是吧？签字是什么什么 是给我签字，这不是啊。那么呢他这本有三本，这本写的是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啊。因为呢这个传播呢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啊，因为本身我是做传媒的嘛，那么对这个传播这一本呢，我是比较喜欢啊。比如说它这个章节呢是地域文明触动足球传播，第二章是中国足球的文化多样性，第三呢是中国人的足球理想，第四呢是中国的足球改革，第五呢是中国足球的超体育内涵。其中呢在第二章中国足球的文化多样性的第四节，它的标题是巴萨魔幻足球对中国观众的精神潜质啊。我呢也能够充分的理解，不管你喜不喜欢巴萨，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中国人是崇尚这个技术配合的，也就是说是 Tiki Taka 的，大多数啊，就是甭管他是喜欢足球还是对足球不那么喜欢，甭管他是了解足球比较专业人士还是说是一些业余人士，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他评价一个球队踢的好与不好，他的标准就是有没有配合。
能不能打出 TTTK， 他的心里面的标准就是这样。以至于呢，比方说我在过往我发足球小将只要不是配合的，吐槽的就无比多。你比方说你发一个头球攻门的，他会觉得这没什么含量，你就现在个儿比人高。你发一个突破的，他说这根本就不知道配合啊，全靠自己单干。你发一个长传的反击的，他认为这根本就没有团队，那全靠速度快。你就偶尔发了一个所谓的配合的，他得想半天，他最后挑出一毛病，他说呢，你这个配合啊，速度太慢啊，你遇到真正的强队你就根本打不出来。这就是中国大多数的球迷，大多数球迷一看比赛啊，一评价比赛啊，想象中的足球那就是踢踢踏踏，就是脚下生花啊，就是这种啊行云流水。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在我车上的朋友，有多少是这样的，打一个六好吗？就说我看球我评价就是看有没有配合，有没有漂亮的配合啊，各种各样的一脚传球，各种各样的假动作，然后二过一，各种各样的脚后跟，各种各样的这种 TTTK 有吧？对了，你们都是陆教授所说的被巴萨魔幻足球钳制的中国人，这不是错啊，你们先好好听听啊，咱们一起呢来读一读。第四节，巴萨魔幻足球对中国观众的精神钳制。客观而论，历届世界杯冠军都应当属于足球世界当中的精英，其争冠赛事也堪称国际赛事中的精华。冠军不仅可以书写历史，还可以缔造流派，创建风格，建立一整套足以垂范世人的普世性的足球标准。因为竞技体育的世界里，只有冠军的技术和战术达到了经典的高度，除此以外别无更大的经典。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巴西队为全世界演绎出了足球华丽配合的终极华章。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是经典的防守反击的成功者。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则构建了以球王为核心的王制足球体系。1990年和2014年的德国再度确立了刚性足球的风范。世界杯赛事时而是一种足球风格的重塑或再造工具。1994年和2002年世界杯，巴西人带给世界杯一股新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则延续了其海洋般的蓝色的冷静心态，强盗般犀利的攻杀能力，经典的几乎如教科书一般的整体战术素养，冰点到极点的实用主义原则，他们是欧洲理性主义的捍卫者。然而真正打破世界足球经典战术平衡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巴萨的基因与皇家与马德里文化的融合，不仅打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西班牙足球队，还缔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足球范式。这种范式又极易引起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并产生相应的共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足球都属于中庸化的足球。在2010年之前，西班牙国家队经常世界杯预选赛的佼佼者，但无法在世界杯的决赛圈中证明自己的至尊地位。但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场上，西班牙足球队以1-0战胜同样有艺术足球美誉的荷兰队，并最终获得冠军，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至高荣誉。在21世纪最初的十多年内，西班牙足球都堪称品质优良的球队。西班牙足球队属于那个时代的欧洲乃至世界足坛的精华。从南非世界杯赛场上可知，吸纳了8名巴萨主力的西班牙国家队则几乎成为巴萨足球的翻版。正是因为巴萨基因的融入，才缔造出了西班牙足球的创世纪的辉煌。
全世界的足球观众都认为西班牙国家队在另一个层面再现了巴萨足球的竞争力和艺术含量。在足球的世界中，中国足球并非竞技层面的高端主体，这说得很明白啊。说中国足球啊，它在竞技层面上不是高端的，但是中国是文化大国啊，同样是文章大国。自从足球进入镜像时代以后啊，镜像时代啊，就有影了。中国的各大媒体都无法释怀诸如世界杯、欧冠之类的世界顶级赛事，以汉语为主导的各类文献一直有描述顶级足球的传统。啊，2013年8月19号，皇马对阵皇家贝蒂斯，皇马门将卡西利亚斯被原先的替补门将迭戈洛佩斯替代后，一直心存怨气，媒介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巴萨成员，理由是他的风格可与巴萨足球相融。塞尔吉奥伊万认为巴萨引进卡西利亚斯并非无稽之谈，卡西利亚斯与巴萨队内多名大哥级球员关系良好，比如他和哈维就是多年的铁哥们，和普约尔·伊涅斯塔关系也很好，而他的风格也与巴萨风格适应。要知道西班牙国家队踢的就是巴萨足球啊，就有一个哥们认为啊，就当时西班牙人，但卡西利亚斯最后也没去啊。巴萨在欧冠中的成功以及西班牙国家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夺冠的成绩都证明了巴萨足球和西班牙足球的先锋性。西班牙足球复制了巴萨足球，则在更高的层面上阐明了艺术足球依然是世界的主流派别。足球在西班牙的传播和发展并不平衡，由于巴萨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班牙的足球甚至可以划分为巴塞罗那足球和西班牙足球两部分。莫瑞曾经讲述过西班牙足球的发展历史，他说西班牙人在90年代已经有了足球运动。90年代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就是19世纪90年代啊，主要是受到巴斯克诸省的英国矿业工程师的影响。英国人呢把这个足球啊带向了全世界。确实中国最早足球是在香港啊，那是因为有英国的这个海员船员带来的啊。英国的军事人员帮助了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足球运动，但在巴塞罗那由于这里受到了来自法国文化的影响较深，因而呢加泰罗尼亚首府的首支球队是于1899年由一名瑞士人创造啊，因为瑞士跟法国呢更接近一些啊。巴塞罗那的足球俱乐部最初是由外国人组成，西班牙的在一战结束后啊才在足坛上初露锋芒，在那里球场成为了地区分裂主义和非民族团结的舞台。在加泰罗尼亚，与其在足球方面联系最密切的是法国人，而且在1918年前的主要赛事为比利牛斯杯。那进入21世纪以来，巴萨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的四届欧冠啊冠军，奠定了他们作为21世纪最佳球队的地位。与巴萨对应的是皇马，在2015年皇马主场0-4不敌巴萨后，皇马一度出现了被全世界皇马球迷抛弃的危机啊，时任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则站出来为皇马维持尊严，说皇家马德里拥有着113年的历史，获得了很多的荣誉，皇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最有价值的俱乐部，球队要和球迷、会员以及媒体相互尊重，这是我们始终肩负的责任。皇马也一度捍卫艺术足球的底线，但由于足球理念的过于驳杂，皇马的足球在进入21世纪后却弱化了其原有的艺术足球的底蕴啊。他这个说的呢就是西班牙足球啊这个建立的一个起源啊，也说了这个西班牙足球和巴萨足球的关联，也说了皇家马德里足球和艺术足球之间呢一个渐行渐远的趋势啊。当这个我们还记得这个皇马曾经聘请过卡佩罗的时候，其实呢对于皇马来讲，可能那个时候成绩啊要远远重于他的艺术欣赏性。当然了，马德里的球迷呢还是一直呢渴望着
这个皇马能够踢出更漂亮的足球。接下来他说，在功利主义、艺术至上以及绚丽表演三者叠加的层面上看，巴萨足球达到了一种极限性高度。在此极限性高度面前，即使其绝对的对手也会认可其价值，因为巴萨的艺术足球传统和南美的足球理想相一致。西班牙国家队中也蕴含着巴西式艺术足球的血脉和影子，无以否认。竞技体育中的失败寄予着很多负面的因素，它很可能成为它很可能给用情深远者致命一击。就是很多人呢说我特喜欢这个队，但是一失败就致命一击，并且给那些人呢带来一种伤痛的记忆。在中国呀，哪些球迷是这个悲观主义者呢？喜欢这个阿根廷的，喜欢荷兰的，基本上都是悲观主义者，你要说找一对象，你这小爷们儿，爷们儿呢是喜欢阿根廷的啊，那基本上以后你就得经常抱他，来抱一抱啊，安慰他。就在中国足球队2015年10月17日战平香港后的一周，巴萨于2015年11月23日以4-0大胜皇马。中国足球观众对巴萨的胜利十分倾心，因为巴萨在此踢出了艺术足球。伊万曾评说，对巴萨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胜，而且不时的巴萨就能够打出这样的大胜，巴萨可以用之来证明蓝图的正确，提升士气。皇马没有计划，也没有球员，球星们背离球队，球迷也背离球队，球迷最不满的就是佛罗伦蒂诺，他是皇马的罪魁祸首。皇马的白手绢有着无能、无助和失望的眼泪，皇马的受伤程度如何还不知道，但显然不仅仅是积分落后巴萨那么简单。对，因为曾经啊，皇马呢跟巴萨这个国家德比啊，你看那个皮克不曾经是这样是吧？按说呢，那都是对皇马最大的这种打击啊。巴萨在客场大比分击败皇马，同样给皇马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游戏的象征意义反复呈现，展示出游戏超其原始价值的增值特性。马卡报曾经报道，在皇马0-4不敌巴萨后，皇马青训营内部召开每周例会，他们在会议上对比赛进行了复盘，分析了双方的战术使用，也指出了皇马方面可以提升的地方。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本场比赛巴萨的高光视频集锦发到各级别梯队教练手中，要求他们进行观摩学习，并且领会信息传递给小队员们。你看没有，就是皇马输巴萨之后啊，皇马青训营开始研究巴萨，然后呢做视频集锦啊，发给这小队员啊。虽然呢皇马的各级教练当中不乏拒绝接受此项指令者，但由此可见巴萨的唯美化的足球理念已然那具有着超足球的征服力。同样，那场比赛给热爱巴萨足球的中国观众带来了持久而美好的印象。巴萨足球阐明着一种纯美的足球，表面上看呢，它不像1982年桑塔纳执教的那支华丽无比的巴西队，也多多少少缺一些1950年代到1970年代纯艺术足球流派的桑巴足球风范，但人们可以在巴萨身上品鉴到鲜明的源自巴西的桑巴足球风味。在世界范围内，足球俱乐部层面上看，巴萨俱乐部已经将足球与艺术结合的天衣无缝。巴萨足球的艺术足球之所以是巴萨而非别的俱乐部，原因还在巴塞罗那这座非凡的城市。注意啊，巴萨足球与巴萨在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呢，随着巴萨的名声鹊起，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巴塞罗那之于世界的意义。很多人呢是先了解的巴塞罗那梅西小罗是吧，然后呢才去了解巴塞罗那这座城市。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巴塞罗那，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关心城市美学的人
都不应该忽略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气息。崔成兵、陈凯先曾记述，巴塞罗那这座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滨重要的港口和商业中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巴塞罗那省省会。这座相传古代腓尼基人建立的古城，向以艺术、音乐、现代建筑驰名于世。经过64年的不懈努力，如今如愿以偿，巴塞罗那奥运会将标志着现代进程的新纪元。这应该写在啊，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哎，人们开始去了解这座城市。正如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所说，日益临近的盛大庆典不仅限于回首往事，而且应该用怀古激发出来的伟大事业、奋发进取的精神展望未来。啊，西班牙人巴塞罗那因为举办了奥运会，他们要展望未来。展望未来。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同时为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平添了异彩。完全可以认为巴塞罗那本身就是一座艺术之城，同时也是一座体育之城，更是一座魔幻之城。周小博在新浪博客当中认为，提到巴塞罗那，熟悉体育的人就会提到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对艺术和建筑更加了解的人则会说出高迪的名字。你知道高迪吗？你可能知道高俅。一座城市会拥有着自己的标志，高迪就是巴塞罗那的标志。这个标志不仅仅存在于他享誉世界的作品，更在于他给这座城市的灵魂增加的灵动性。高迪的作品是与其风格完全不同的，可他们完全融入到了城市当中。皇马在21世纪相对落寞，说明了世界足球的艺术缔造中心正从昔日的皇马转入巴萨，并且帮助巴萨完成足球艺术转化型的动能较为复杂，其中不可忽略的则是高迪。从艺术与城市性格互动的层面上说，记住啊，艺术与城市风格的互动，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然后呢一方城市它有这个和这个人文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决定着你这个城市的价值观或者是艺术鉴赏力啊，最终也会波及到你所踢的足球啊。而帮助巴萨完成足球艺术转化型的动能较为复杂，其中啊不可忽略的是高迪。从艺术和城市性格互动的层面上说，记住城市性格啊，一座城市会有它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会决定你行事为人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个国家也应该有自己性格哟，对不对？高迪无疑影响着巴塞罗那的城市性格，而巴萨的城市性格又锻造出了巴萨的艺术足球。很多朋友可能没去过巴萨，我去过3到4次啊。这个巴萨这座城市确实是很多的艺术是我等啊普通这个凡人呢可能都领略不了的啊。但是想必呢，很多朋友去过巴萨啊，这个巴萨的很多的这种建筑，你走到任何地方你都能感觉到一种艺术气息。这个东西中国有吗？你说也有啊。我家在哪儿？你家在敦煌啊，在敦煌啊。啊，法国美学家曾经说啊，这叫格鲁，他说艺术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其成为普通大众的生活舞台，超越一般的利害关系，而使人们属于整个世界及他们的城市。你看见没有？就说一个艺术，这个艺术到了一定层面上啊，你这个城市的人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你就属于这座城市了，你就是本身，你就是这城市当中的一个艺术的体现者，明白了吗？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挺神奇的啊？即便在足球领域堪称艺术大师的巴萨球员也在这座城市有过密切而频繁的互动。无可否认，高迪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决定了巴塞罗那的城市地位，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将赞美之词奉献给了这位终生未娶而创造力非凡的建筑设计师的这个
巨子啊。提起巴塞罗那的城市印象，有一个人不可不提，这个人就是建筑鬼才安东尼高迪啊。这是一篇杂志上载文说，没有哪座城市像巴塞罗那一样因为一个人而熠熠生辉。就是高迪啊，在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城里边呢，就有他很多的建筑作品啊。他这些建筑作品他不像个画，画你只能挂在画廊里边或者是被收藏家收藏，而这个建筑的艺术品呢就在那戳着啊，所谓地标性建筑。那么你想想，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是这个城市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到的，是吧？身临其境啊，亲密的接触。那么这种艺术啊，对于一个城市的人的这种亲透啊，那显然啊，不是说你几本书啊、几幅画啊或者几首曲子能够代替的，对吧？高迪对巴塞罗那具有着非凡的意义。高迪呢早已超越了建筑书的概念，而递进为一种精神的象征物，并几乎确立了巴塞罗那人独特的审美理想。就是巴塞罗那的审美是由这高迪来引领的啊，就是他们对于艺术足球、对于艺术的理解和鉴赏欣赏是有基础的，明白了吗？就是他们是先熏陶啊，把旁边俩老和尚老念经，老这么熏着熏着他也会念了，念着念着念着，哎嗨，佛祖心中留了，对不对？这是人家有根儿的，他不是说今天一生气啊削发为僧走了，对不对？那就到寺庙里还得吃着狗肉，对不对？这少林寺嘛。高迪的出现呢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和地位，也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巴塞罗那人的思维规程。巴塞罗那人对于巨星的依赖心理很难说与他们对高迪的崇拜心理没有关系。角逐欧洲的其他城市，巴塞罗那人更加注重超级球星的巨大作用，因为他们很容易联想到高迪和这座城市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呢，得有大大旗啊，得有这个大腿啊，然后得有巨星引领着大家一块儿啊，因为高迪是引着我们巴塞罗那人去走进的艺术世界。那么足球世界我们也得必须得有克鲁伊夫啊，必须得有这个哈维伊内斯塔，必须得有梅西小罗啊，这么个来历。创立于1899年的巴塞罗那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克鲁伊夫、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多、里瓦尔多这些闪光的名字都曾经和巴塞罗那联系在一起。这些球星的个性和气质影响着巴塞罗那，也被巴塞罗那影响着。看见没有，翻开巴萨的史册，看到的是一个接一个让人呼吸加速的名字。可以说巴萨对球队至今的历史就是一部球星史啊，斯蒂法诺、普什卡什、克鲁伊夫啊，这个啊，马拉多纳啊，罗马里奥、哈吉、斯托伊科夫啊，罗纳尔多、菲戈、里瓦尔多啊。再一看巴萨的打法，也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以核心球员为主体的打法，我们称之为球星主义，有点像六七十年代的巴西一样，核心球员是全队发动机，他一熄火全队也跟着死机了。马拉多纳的王者气质，大罗的钟摆式过人，小罗的蝎子摆尾，梅西的千里走单骑，都曾经在巴萨一一呈现出来。巴塞罗那有着一种尊崇天才的传统，这一点一直促使着他们对生活如此生于此城的超级足球明星产生着眷恋之情。2013到2014年，巴萨先后引进了内马尔和苏亚雷斯、梅西、苏亚雷斯、内马尔，形成了所谓的 MSN 组合。这一组合堪称巴萨历史上最强的锋线。MSN 体现着巴萨对巨星崇尚的意向，用球星主义的概念概括巴萨的足球思想是十分贴切的。巴萨一向有其鲜明的价值选择和信仰指向。没想到这书怎么好，马上关键的章节要来了啊！主要这些都主要是讲述的，就是巴萨这个艺术足球来源于哪儿的呢？是天上掉馅饼吗？啊，为什么说在罗马没有这样的足球？为什么说在巴黎没有这样的足球？为什么在伦敦没有这样的足球？为什么在马德里没有这样的足球，而在巴萨呢？哎，
跟这座城市的艺术鉴赏，城市的艺术的呈现，这是人啊之于这个高迪啊所能够引领的这种艺术啊这个思想的一种追随和崇尚。那么怎么就到中国了呢？其实呢，这个中国并非一个建筑设计的大国，却是一个叫隐士精神丰盈的国度。高迪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可以成就巴塞罗那城市美学的非凡价值，而中国足球界及城市学的理想主义者则从其诞生之日便开始全线溃逃，隐迹于历史的尘埃中。这种现象使得中国的城市文化与足球文化严重脱节，并最终毁灭了两者。仍以书法作艺，从艺术的首创意义上考量，高迪还类似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芝啊，张芝独创了这狂草嘛，非凡的体系，而其啊起数百年后的张旭啊、怀素啊，这个高迪的建筑艺术虽然说是汪洋似姿似，但从未丧失自然之美。足球的自然性其实就是人类自身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一种透明纯洁尊重秩序的动向风尚。失去了这样的规制，足球很可能会丧失其生机。也就是说呢，中国人呢这个还是有很强的这种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啊曾经呢就是被现实主义给磨灭了，是吧？就说中国人是吧曾经有理想啊，这个也向往着一种美好的生活啊，有很也有闲情逸致。但是呢随着改革开放啊，人们呢开始这个一切啊经济为导向啊，一切向前看，自我价值体现等等啊，大家就忙着就生活了啊，挣钱呐，是吧？然后忙着这个自我实现了啊，所以这份理想主义呢就渐行渐远了。但是呢骨子里边的一种理想主义，他还会去找到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载体啊去附着。你比如说呢，古龙哎就曾经让很多人附着过汪国真的诗啊，古龙的武打小说，是吧？这里边都有很多有就天马行空的，是吧？包括这个名人名言的这个心灵鸡汤。为什么这些在中国就可以大行其道？主要就是中国人骨子里边还有一种理想主义。但是理想呢已经被现实压弯了，但是呢弯了之后呢，在某些时刻呢他要去寻找一个载体去释放。啊，那么就像他可能是读到了朦胧诗，哎，比方说有的是这个喜欢这叫什么啊，这个名人名言，是吧？啊，理想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有的比方喜欢这个一些电影，是吧？啊，纯爱的，他就是寄托一种理想。那么当巴萨的足球出现的时候，人们发现这种唯美的比较纯粹的充满艺术气息的足球，我操，这不就是恰恰我的理想吗？所以很多人啊，甭管是有的没的啊，甭管是喜欢足球还是半喜欢足球，当看到巴萨的这个艺术风格的时候，就唤醒了自己内心的那一份理想主义啊，然后寄托在这个巴萨的这个足球身上啊。再次回到巴萨足球和巴塞罗那城市关系的主题上，也会发现巴萨足球的成就与其所属的城市文化密不可分啊。巴萨足球的精髓来自于高迪那样的巴塞罗那圣城之子巨大而坚韧的献身理想，以及为其理想而放弃一切的超凡而纯净的精神。这哥们终生未娶，明白吗？终生未娶啊，就为艺术献身了，不得不将高迪提高到建筑圣人的高度来看待。强烈的宗教思想驱动着他不羁而宏阔的想象力，他将人类对于空间结构的极限之美附托到可视可感可触可及的范畴。如果没有高迪的存在，很难想象巴萨在坚持自己足球哲学时会入到如此强烈而稳健的自信里。就是所谓讲文化自信，那么巴萨人呢到现在为止输成什么样了，他也觉得自己踢的足球是最好的足球。你看那法布雷加斯说，我绝对不打长传，
啊，我就是坚持我的这个风格，因为他有这个所谓叫文化自信，他觉得我们这就是对的，啊，我们这就是这么踢球是对的，巴塞罗那是世界足球中心，其他地方全都是辅助的，全都我们的藩属国，明白吗？都得到我们这来进贡，我们这学来，因为他有这自信，因为巴塞罗那那个建筑满大街都是艺术品，高迪先生给我们弄的满大街都是艺术品，你哪个国家说艺术品可能都在皇宫，皇宫里边，我们不是，满街都是，随便一个1850年的一个宅子，恨不得那就是艺术品啊。有没有朋友去过巴塞罗那？有没有？有吗？啊，有人说夜郎啊，也不一定啊，没有是吧？咱可说好了，这么多人去过巴塞罗那，咱梦里去可不算啊。我这个车友文化不是这个经济实力，我已经挺高啊，文化水准。这么多人去过巴塞罗那，啊？那你们怎么收费车你们都来过吗？你们去过巴塞罗那的上过车吗？啊，说说而已吧。行了，反正也查不到。那你们去过巴塞罗那？你说说那个大教堂叫什么呀？巴塞罗那那个教堂叫什么呀？啊，埃菲尔铁塔啊，不，大哥，哦，还真是有不少人去过，好吧。人们都知道巴萨的教父呢是巴萨足球的教父是克鲁伊夫，但是呢，巴萨的真正的教父只能是高迪，啊，就是巴塞罗那是言必提高迪。因为如果没有高迪，巴萨或许呢就不会选择克鲁伊夫。你看，这是因果关系啊，这是一种同质性美学理念的再度组合程序。也就是说呢，他因为有高迪的这个基因，那么他就去配，最后配成谁了呢？哎，克鲁伊夫的艺术足球，正好匹配这高迪的这个艺术气息啊和这个城市性格。于是呢，一种景观总会呈现在那里，巴萨几乎永远也离不开高迪的精神感召力，而在高迪的世界里绝对不乏纯真的童趣与想象力啊。高迪的作品中最具童趣的就是古尔公园，中国的科普读物将其置入青少年读本的重要内容。有一位先生姓金啊，关于建筑学的100个故事曾经对高迪的古尔公园做出评价。古埃尔公园又称古尔公园，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所有的石阶石柱座椅都用碎马赛克贴拼，色彩斑斓夺目，仿佛令人置身于童话世界。建筑延续了高迪一贯的曲线风格，尤其是著名的躺椅，以各式各样的曲线创造出丰富的视觉感受。无论是瓷砖碎瓦啊，玻璃碎片还是石块，都在高迪的手下散发出了华丽文采。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他这个古尔公园啊，就是童话般的世界啊，童话般的世界啊。巴萨于2013年3月13日主场4-0击败了 AC 米兰，淘汰对手进入欧冠八强。媒体从用超自然的概念的语汇来形容巴萨的神奇表现。英国天空体育评说，魔术般的梅西推动巴萨完成对 AC 米兰的重大胜利。独立报的标题，梅西的魔术拉动巴萨的逃亡演出，并表示在一次创纪录的逆转之后，巴萨的第3次温布利之梦将继续活着。应该是
主场翻盘了，是吧？巴塞罗那城市的魅力具有着多维性，但是巴塞罗那城市的艺术格调却被高迪推向了高峰。提到巴塞罗那，很多人都会想到哥伦布、塞万提斯、毕加索和达利，不过现在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被提起，他就是安东尼奥·高迪。很多人朋友是不是要成为高迪的粉丝了，是吧？总而言之呢，这就是阐述着这个高迪啊。从这个极端性美学的意义上来看，高迪的世界几乎等同于巴萨世界。正如当下的巴萨对其所属城市的影响力一样，高迪在巴塞罗那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对巴塞罗那人而言，高迪永远是一种具有可感的存在，就是你能感受到存在。咱们这儿呢，你说李白还是谁呀、白居易、老子、孙子、庄子，咱们感受不到，明白吗？咱们感王羲之、王熙凤，咱都感受不到了，潘金莲什么的。但是人家高迪的东西呢，就在这戳着啊，就在这戳着，你随时都可以去看啊，随时都可以去摸啊，感受。好啊，就是简单说呢，就是由于宗教和信仰资源相对匮乏的因素，咱们这儿啊，宗教和信仰资源比较匮乏，对不对？中国足球观众对柔情化、艺术化、杂耍化足球的喜爱已经到了心理依恋和精神信赖的程度。注意啊，柔情化，说这球啊必须得踢得柔啊，柔情啊，说这为什么太极在中国有大行其道，格斗在中国就玩不起来，对吧？你没听说这哪个小区里边大爷大妈一块咱隔会儿斗啊，是吧？斗可以，但是不能格斗，但是玩玩太极，这叫什么呢？这叫柔情化啊。然后呢就是艺术化。什么叫艺术呢？那得玩特别美，是吧？艺术嘛，得有艺术。所以巴萨足球的艺术还有杂耍化。你看啊，在这个什么某音上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群里边啊，他传的很多东西就是有杂耍性质的。你比方说哪个花式足球，是不是叮咣五四的，或者日本小孩在那嘎嘎揉那个球，你看这个啪非得他妈传下去。你我们矿照雷一个远射，老二一个突破，这东西没人传。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东西不行。得是那种球在长在身上，人球合一啊，讲究这个天人合一啊，然后这种艺术啊，这种让你出人意料出神入化的这个东西，还会觉得谁传这个谁特别牛逼，明白了吗？谁传这个谁特别高雅，是吧？说你传一个矿照雷的一个单刀，或者是老二的一个过人突破，江景琦一个远射，这东西不行，显不出来我特别显不出来我档次，就得玩那种特别，我操，就特别那种，明白吗？就得是这样，就得这样的，明白吗？为什么中国人老弄俩太极球，你说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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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俩核桃，嘎嘎，这什么八卦，明白吗？这是八卦，这就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传什么东西，中国人喜欢多什么东西，他不是说仅仅为自己喜欢，他是要证明给别人看，明白了吗？因为中国人一个是宗教信仰这个资源缺乏，一个是自我实现的道路也缺乏，就是自我不能被承认啊，不就是很难被别人承认，那怎么办呢？就得用自己不能被承认，我自己玩不出来，我他妈还艺术，我家里邋里邋遢的，我就，但是呢我得喜欢艺术，我得喜欢，我喜欢我传递我表达，最后证明着什么呢？得旁边人，哎呦我操，你真牛逼，你能喜欢他啊，你喜欢这美这踢踏舞，哇，你喜欢看美剧，哇，你喜欢看音乐剧妈妈咪呀、啊、哇，就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以前是妈咪啊，是吧？像弄个高温瑜伽，所以这个就是那、啊、这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很咱不敢说就所有的这个喜欢巴萨的我不是说就喜欢这种艺术足球的人都是这样，但是这大部分啊都是精神来源者啊，叫心理依恋和精神依恋啊。那么这种现象就有着浓厚的叫信仰转移元素。人呢都得有信仰，都得有信仰。你就说原来中国人有信仰，后来呢改成都信钱了，
但是呢，人骨子里边、内心里边呢，还得有点信仰。但这个信仰怎么办呢？他也不知道信什么。你说信上帝，还是基督耶稣、如来，还是王母娘娘，还是灶王爷？不好，不知道怎么弄了。最后怎么着？你得信一个东西，你得信一个东西啊。那么信谁呢？转移到哪儿呢？艺术足球上有一部分啊，咱说一部分，有一部分可能转篮球上去了。人们在无信仰资源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将任何看上去炫目的东西当作信仰的对象。什么东西玩的炫，什么东西就是他妈信仰啊。早年间呢，有这摇滚果啊，北京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啊，就一帮女孩很前卫很先锋，是吧？但是呢，他们得表现出来前卫和先锋，说穿个喇叭裤或者是染个头发，这东西不行，谁都会，但是得怎么着，你喜欢摇滚。为什么？摇滚魔幻，明白吗？摇滚啊，多魔幻呢，那都艺术。为什么？大多数人一听，我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扯破乱喊，噪音，哎，人家就喜欢啊。咱们很多这个有一些这个那个四十来岁的女演员，当初都是摇滚果啊，都跟着摇滚乐队混的。2013年初啊，梅西第四次成为国际足联评选的2012年的金球奖，引发了中国观众极大的震动。有一位朋友啊，文章里面，非法评奖为什么中国闹翻天？梅西拿金球关你什么事儿？这哥们写的说，直接指出中国观众对艺术足球范畴的优胜者的近乎宗教般的情感。要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就一个话题激发集中并强烈的反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丘吉尔说，大国都应该是一盘散沙的，否则大国将成为一种国际和平的威胁啊。这丘吉尔说的啊。丘吉尔的言论在二战之后是指的是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已经走向衰落的英国角度出发。一个包容万千的社会当中，本来就各种价值观评判的立场就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散落的未必是散乱的，并不会是坏事。正因为社会意识构成往往会使这样的差异性于一个话题出现后能引发起社会群落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就是一种特殊的媒体现象。就说在中国呀，就是比方在国外啊，它是有一些辩论的啊，但是呢只有在中国就是有一个东西，然后因为有媒体的介入，然后大家去辩论这个东西呢，就可以一辩辩很长时间啊。有的朋友可能今年已经32了，他从19开始就开始在网上和他们对立的人开始干，一直干到现在32，有没有一直在辩啊？关于 C 罗牛逼还是梅西牛逼，有这样的人吧？有吧？没事啊，大胆的说出来好吧。2012年国际足联金球奖的颁布，例如梅西 C 罗之争，这哥们儿大致描述一下欧美各种主流媒体以西方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再对比一下中国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反应。从颁奖前差不多2周到颁奖之后，关于金球奖的争议，关于梅罗之争要说激烈言辞的程度啊，热烈程度，哪怕是西班牙都很难和中国这个社交媒体上相比。其实呢，中国媒体强力关注西甲之类的欧洲主流联赛，主要目的是在于提升中国人的休闲品质啊，就是其实是给你提供啊一个玩的或者是看的啊消遣啊，但客观上却营造出了一种偶像崇拜的镜像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种中国式的用语，中国媒体语汇对世界流行文化的阐述往往具有更强的反差性，就是很多的战争是由媒体来引发的啊，因为挑逗群众斗群众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啊，挑逗群众斗群众。早古代那个皇帝他就是挑逗大臣斗宰相，再挑逗宰相斗大臣啊，挑逗文臣这个斗武臣，再挑逗武臣斗文臣啊，这皇帝就在这看着啊，这都有传统。所以呢，中国这一直就流传下来了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当初是为什么要吸引发帖呢？他就是用内部人员开始引发一场口水，啊，他俩人都是其实他妈都是这网站内部的，啊，关于 C 罗的帖子里边，这哥们上去就开始骂 C 罗，挺梅西，这一下受不了了，
在那个挺梅西那个片子的这网站的人画个名上去，再骂 C 罗，就这么玩的，明白吧？这跟现在很多打赏的其实都是内部人打，啊，一共五个人啊，给这个女主播打赏，其实有四个是他妈跟女主播都认识的，啊，都在这打，最后把那一个给架上去了，大哥，哎，人家这边20000，你50000、30000，这哥们最后我20，哎，大哥好，你20进来了，收了。明白了吧？这都是门子啊。文章坦然解读啊，足球这个充斥着对立性、偏见性和激情主义的元素。于是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广众的分析，很难再将这种纷争集中在足球范围之内。就中国人呢，就打着打着、骂着骂着啊，他就不是骂足球了，明白了吗？中国人吵架也是，啊，开始吵的是这个事儿，最后呢，他妈吵的是人。啊，再最后基本就已经是要把对方就你死我活了，咱们没法就事论事啊，没法就事论事啊，我们这个文化不支持就事论事，说这件事儿，比方说发生了，你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没有？说着说着说两句，这事儿就说到所有了，说到这个所有的事儿的时候就说到人了，哎，然后就开始对人进行攻击，啊，这最后是已经忘了开始是为什么事儿了啊，已经忘了，哈哈，这就是我们。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啊，我们这个文化啊，他不说这个事儿说的对不对啊，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这句话说的对不对，他不是，他什么这个是啊，好。因为有了足球，中国人痴迷于巴萨，因为有了巴萨，中国人一时认识到高迪及其所缔造出来的城市价值，经过中国人的想象和营构出来的巴萨足球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人心目当中的精神极强烈的乌托邦，啊，中国人对于巴塞罗那城市美学及其文化的垂青现象，源于中国土身精神的觉醒，啊，不是士身啊，中国士身精神的觉醒，其我还以为是土豪劣身的啊，其所展示出来的是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审美情趣，啊，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那里呢，寄寓着中国人久违的一丝温馨化的精神，这叫精神家园。就是说中产阶级呢会寄托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富人呢可能就是也为富不仁了，是吧，这个那么穷人呢也很多的理想呢也够不着，就是中产阶级有点钱啊，一个月弄个5000-6000块钱啊，有点钱的中产阶级，然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呢有一定的思想，第一呢就是不会为这个衣食呢而担忧，但是呢同时也没法大富大贵，所以呢会有足够的时间呢是寄予某种期望，所以中国人呢对于巴塞罗那的这种执念啊，对于艺术足球这种执念啊，这本书呢阐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所以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这陆教授的这些观点啊，他后来又谈到了中国国家队的巴萨风格，到现在为止呢你要问问这个傅博啊郝伟啊李铁啊，可能在他们心目当中呢可能对于中国足球的理想化呢这种崇尚啊和普通的球迷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大多数人会认为呢什么是漂亮的足球呢？巴萨，啊，拉玛西亚，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把球传起来，因为他们可以做出来非常轻灵的这个配合，他们可以把球传到门里，啊，但事实上你永远忽略了一点，其实你说从巴萨，它本身是一种球星主义来支撑着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就像巴塞罗那如果没有高迪，全是一些矮迪，啊。姚迪啊，王迪，是吧，他可能啊就没法成为这种巴塞罗那的文化自信，你说巴塞罗那如果没有克鲁伊夫马拉多纳，是吧，没有这个罗纳尔多，是吧，没有梅西，没有小罗，他这个人的自信从何而来呢，是不是，所以呢巴塞罗那的这艺术足球你有时候他忽略了两点，忽略了一点和城市文化的关系，第二和巨星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人们因为崇尚文化崇尚艺术
然后又宠上球星，他就把它一体化了，就一体化了，他不把他这个事儿分开，他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体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大哥，你有你的城市文化吗？你有你的这个文化基础吗？第二一个，你有你的球星吗？你没你的球星，你没你的文化，你凭什么能踢出巴萨的球啊？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女神，可能是杨幂、迪丽热巴、古力阿扎，是吧？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你大哥，你喜欢归喜欢，你能娶到吗？你拿什么娶呀？你火中取栗呀？啊？但是呢，你不能不让他们有这样的幻想，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女的可能对于老公好我是吧？然后男的呢，就到网上去搜。我们也奇了怪了，你说他妈这网上一搜吧，你完有时候他自动弹出来，你比方你看到一个什么人的消息啊，完了你一点一看，底下就好，底下有搜索条，你搜一个，你看着一个女性的消息，他妈搜索条里面永远有一个女性穿牛仔裤，你看这都是什么人在搜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说都是什么人呢？你说搜着牛仔裤干嘛呀？是吧？高清的还得。所以呢，就是他每天他都是这样，就用这种理想去评判你妈。你说你连个媳妇儿的女朋友都没有，完了呢，动不动就老叫这女的长得不行，到同学班上同学，然后这个到学校里边，这女的不行，那女的不行，这长得太丑了，这就搞改，这个大哥你拿什么标准？他拿什么标准呢？他拿杨幂，他拿古什么渣那渣。但他本身他都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但他有评判的权利，所以这就是他妈的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很可悲和可笑的东西。但这种人呢还占绝大多数，占绝大多数。为什么中国杠精多呢？是不是？你比方一谈到足球，他就会认为这东西得是美的，得会配合啊，得有技术啊，脚腕子得。这一脚传球得 no look pass， 我每次我在哪儿我发个这个小将的视频，哇操！你看这帮人就开始，他们全是用巴萨的标准去衡量他所看，他不认为你这十岁九岁他不在，他就说这足球跟我的追求的这标准不一样，你们这太多了啊！所以呢，这种理想主义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遍地都是。所以你会发现杠精多，你说什么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说最好的，你长成什么样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目当中有一个标准，应该是长成这样的。你唱歌唱什么样的都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一个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或者麦当娜，明白吗？你踢球踢什么样都是错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巴萨艺术足球是对的。你说呢？是，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喜欢，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们实际的时候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呢？因为叫无源之水啊，无本之木，你没有这个根基，是吧？第一，你没有这文化根基，第二，你没有人家这种巨星的衬托，对吧？你一个姚明都没把中国篮球能衬托到什么地步，你靠难道靠吴磊把中国足球能拖起来吗？吴磊七场比赛打不上主力了，你拿什么去支撑一个巴塞罗那球星主义下的艺术足球呢？你拿谁来支撑呢？你一边骂着中国国脚一个不如一个，技术糙的无比，你又盼望着他们能踢出来他妈精彩无比的足球，脚下生花水银泻地的，你说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以子之矛，次子之盾吗？没有事儿，没有事儿。用我小闺女的话说，就是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没道理呀，是不是？但是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仰资源，就是我们的信仰无处释放，或者叫无处安放。只能放在那些最美的
最艺术的，最魔幻的，最漂亮的，啊，就是最华丽的所有事物身上，而无法寄托在真真正正的生活，来自于生活，源自于本土文化，然后脚踏实地，哪怕看着没有那么光鲜，但是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真正的那些所有的样态和人。所以在中国你就会发现，什么人能够弄的呢？第一，长得漂亮的腿精啊，长得漂亮胸大的女的，只要长得漂亮。所以为什么人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吧，去这个整容，拼了命了，整死也得整。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整了，他就有可能就这辈子就拿下来了，一个就不用就卖牛穿牛仔裤的照片就行了，明白吗？然后男的呢，就是你只要能够忽悠，哎，你说的云山雾罩，那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他寄托，他说不出来，他觉得你说实话的人呢不行，档次不行。说你谁喜欢谁？我喜欢听妈倒老司机一只王，谁？就那一只王大鼻子那个，是没事你哇操，你听他呀，他没有文化，他哪能说他说什么了？他有什么名言名句吗？他怎么能行呢？那、哎、啥玩意根本不符合文青人的标准，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中国。所谓仰望天空，但是没有脚踏实地，全是空中楼阁。我们这是足球领域如此，很多领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很多人也都处在这样的一种认知当中，他忽略了事物的本质，而追求着某一种形式，并且为某种形式所倾倒，叫做精神潜质，给你潜质。你看这个游戏，是吧？游戏给你设计的很多都是大心理学家帮着设计的，让你一步一步走进去，然后买装备，买皮肤，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你这个买到一定程度，你看那个游戏里边那女的，全都是满足你所有的幻想，啊，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幻想，那个形象永远是那样，对不对？啊，童颜巨乳，就基本上腿精，全这，我一仔细，没事我就一弹出来我一看我就明白，为什么呢？就拿这个东西给你精神潜质。所以中国人呢，有一部分是为了钱，是吧？要挣钱，然后呢，要那个为要那个什么，要你要让你那个，就要挣钱。好，你不是没钱吗？想挣钱吗 ？OK， 这一波人，解决他们这些人，你没钱，你要挣钱，对不对？好，那么骗子就来了，对不对？你没钱，你想挣钱，赌博博彩就来了，你没钱，你还想花钱。什么就这个贷那个贷就来了，我说的对吗？他们是为了来对付你这些人的，啊，一部分是为了钱，妈没钱也就行了，受不了了；还有一部分是精神空虚，好，还有一部分行业是针对你精神空虚的这波的，啊，什么游戏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陷阱啊，就是针对你精神空虚的，啊，社会上分人。凡是能挣着钱的都是分人的，这个缺钱的，把这个缺钱的最后把这些人给他再把最后一滴给他榨干了，有一部分行业是奔这个来的，啊，要翻盘的，要翻本的，博彩的，赌博的，啊，这波人借贷的，啊，传销的，这就是为了挣钱的，把你给归置到这儿。还有一部分他妈的也不缺钱，但是呢，就是他妈的活着没意思，啊，不知道五脊六兽每天。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什么。好，针对这些人啊，好，吸粉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游戏啊，主要这些啊，黄色网站啊，色情的小视频，QQ 群啊，这那个的，这波人再给你炸了，这是一波人。还有一部分人啊，这波人呢就是中产阶级，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就也是啊，灵魂无处安放，那怎么办呢？
给你弄点精神世界啊，给你哎学个东西啊，学个什么什么鬼子谷啊，啊什么什么什么朱元璋啊，卖点书啊，是吧，上个班啊，啊然后呢再给你弄点名人名言呢、啊、名言警句啊，啊这波人也给归着了啊。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智商不行，他妈的也不知道是有钱是没钱，但首先来讲智商不行，智商不行啊，就是毫无自我控制力，也没有他也没什么高的追求，也没什么理想啊，因为理想那波已经被别人给圈走了啊。然后就是什么，就是没事儿啊，闲着，智力不行，完了就看各种直播打赏，最后打着打着一个月自己挣3000打2000啊，完了剩1000自己花啊，就是被控制了。所以说句老实话，中国人活着挺艰难的，这个艰难就在于呢，他妈没脑子不行啊，有脑子没思想不行，有脑子有思想没钱也不行，有脑子有思想有钱没精神属性也不行，最后都是最后被填虚的。哎，有的人自觉聪明到股市里边了，对，被人割韭菜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就那归结什么呢？归结到我们大多数人缺少自己的独立思考，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定力和主张，大多数人没有自我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努力的欲望，所以就大多数人就被钳制。足球还好，说我就喜欢艺术，我他妈骂骂这个骂骂那个，这算了，这都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真正隐含的、隐喻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种勤奋的精神，利用我们的头脑去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说我们被很多的精神艺术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这个魔幻的东西所钳制，最终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那都是说了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所以所谓巴萨拉玛西亚艺术足球美好的东西，那么请问为什么英国人不学呢？为什么法国人不学呢？为什么德国人不学呢？为什么意大利人不这么踢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高迪，我们也没有巴塞罗那的那样一种足够的属于他们的地中海式的艺术气息，也没有他们那种球星主义所能够奠基出来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学他们？我们也没法学他们，所以各走各的路。而对于我们来讲啊，这样的一种思潮最终就是演绎出来了中国有大批的所谓艺术足球的崇拜者，但是这些人狗屁不通，这些人都是一看就知道你所谓的喜欢浮皮潦草，你所谓的崇拜也就是一虚张声势，而你真正的那所谓的这种痴迷只能证明智力心智什么的都比较低啊，所以也都是苦人，说实话也都是受苦人，不然的话不是这样，是吧？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说呢，这仅仅是说的巴萨足球啊，我跟梅西没仇，我也巴萨也没有仇啊，但是呢我只是想表达，其实更多的是说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你怎么认识自己啊，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所以人和环境都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巴塞罗那说是我是巴萨人，
我从巴塞罗那来，我要到艺术的殿堂去。大哥你呢？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o are you? Where will you go? 对吧？你不能说现在你说你进个村，人家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这你好回答，但是从内心你从哪里来啊，你要到哪里去啊，你不能说我是中国人，我从中国来，我要到他妈艺术殿堂去，我要到巴塞罗那高迪那身边去，你去得了吗？你就是人肉身之躯身处巴塞罗那，你真的进去了吗？你真的融到那个城市了吗？你拥有那个城市真正的艺术血脉了吗？没有。回来不还是到这儿来听我老司机发车吗？你也没法听高迪给你发车呀，对吧？所以还是踏踏实实啊，中国呀有中国的文化的独特属性，你可以想，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向往，就像你现在可以喜欢任何一个女神女明星，对吧？你可以搂着她的相片睡觉都可以，但有一天你回到你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在你身边去发现真正你爱的和爱你的人，哪怕他长得他的身材三维三 D 都不如明星，但是他是活的，他是真实的，他是可以跟你一起生活的。所以你不要拿一些虚幻的东西去衡量你身边真实的东西，那样不公平。你不要用冠冕堂皇的一些鸡汤之语去来概括你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一团糟。那些开导别人的，给人带来很多所谓的精神寄托的，可能自己都快抑郁了。还是活得真实一点，一是一，二是二。有些人爱到忘了形，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星在远方等我靠近，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打开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一路走一开始一辈子，对吧？其实我要找到谁呢？你说找到谁呢？说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其实你找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要找到你自己。你要找到你自己，你只有先找到你自己，你才能去找到别人。这个很重要，好吗？虽然说呢，这个今天可能这个听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我个人觉得呢，今天这个车呢还是非常有着这个水准和现实意义的，所以要感谢这个陆文婷教授啊，他描述的一些东西呢，是有关巴塞罗那的，但事实上恰恰呢是通过他不断论述的巴萨足球和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和高迪艺术之间的关联，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旁观者啊，局外人，一个带来一些思考啊。永远不要羡慕别人，
没有人能代替你的生活啊，你只能说是先认清自己啊。人可以有理想，人可以有幻想，人也可以有梦想，这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把梦想和现实混为一谈，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你可以把梦想作为你的一个动力，但是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你混为一谈，这就变了性质了，明白了吗？这事儿就变了性质了。弹个开头曲。什么呀？80年代的歌啊？下车吧。休息休息吧，好了，再见了，好，晚安，武汉加油，啊，武汉加油，我期待着这场战役能够打赢，然后我们，回归原来的生活。